果您想在 Livermore 好的地段买到一栋心仪的平层别墅的话，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大家好，我是 Sam 林 ，Remax Core Realtor。我今天向大家推荐我即将上市的一栋房子，884 Lutheran Street Livermore。这是一栋三房两浴，1967 square footage， 拉 size 有9824。开价是1,499,950，现在让我带着大家一起到屋子里边来看一看吧。现在我们进门，进门的右手边呢是 living room， 它的墙面上的 cabinet 呢全部是remodel 的，那么也包括了 double pane window， 那么窗帘也都是 customer design。 屋子里边 living room、 dining room、 kitchen，所有的房间的 floor 都是 hardwood floor。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 kitchen。 kitchen 的 island 呢，这个台面用材呢是巴西的整块石材来打磨出来的，然后 cabinet 全都是 remodel 的。那么电器呢，包括冰箱、 microwave、 烤箱，还有那个炉灶，全部是智能化的。现在呢，让我们看一下每一个房间。先看一下 master room， master room 也是 high ceiling double pane window， 然后 master bedroom 呢是做的 remodel 的，这个地面是 tile 的，那么包括洗澡的地方还有这个澡盆都是做的 remodel 的，也包括 jacuzzi。 然后呢，这个 closet 全部是做的 remodel 的，这个打造的柜子。然后第二个 bathroom 呢也都是 remodel 的，包括它的地面是 tile 的，全部都是 remodel 的。我们再看第二个 bedroom， 这里边呢也是地面是 hardwood floor， 然后窗户是 double pane window。 然后第三个房间也是 hardwood floor double shutter double pane window， 也是 high ceiling。 那么洗衣机、甩干机也都是 Samsung。 那么在它的 garage， 也都是做的 cabinets。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后院。后院呢是非常规范的，而且呢是非常平整的，也很大。它的总面积呢，前院和后院还有整个的这个房子加在一起是9824。今天我们的 house tour 即将结束，在结束之前，我为大家就这栋房子做下总结和归纳。这栋房子地理位置佳，面积大，那么屋况好。这栋房子呢，全部做了 remodel。 那如果有喜欢这栋房子的朋友，请与我联系。有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请为我们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